没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对，看看最后一关需不需要三选一。恐怖，真的不用你就厉害。30万，几乎这些提示对你来讲都是没用的，只有一首歌哦，30万大惊喜。紧张紧张，不能选择的。我得跟你恭维了，没有礼貌。林哥讲了半天，不是，我很认真在听你讲，我想说，哎呦，吹气天，好不好？我胃都好痛。没有选择的了，好，只有一首歌，只有一首，就是什么歌？紧张了。哎呀，哎呦呀，又是罗大佑的哇！每次30万都罗大佑。罗大佑跟李宗盛，最恐怖，是本节目特约关主，关主魔王，因为他的词有意境，然后又厉害，然后又多又难。滚滚红尘是滚，是滚滚的红尘，不是不是不是吧？不是红尘，来我听一下。沧海笑，我的天，你有没有？下面一句要接天气好，你要唱过了。哎，那歌叫什么？沧海一声笑。沧海一声笑，那叫沧海一声笑。滚滚红尘是哪一首？滚滚红尘应该也是电视的主题曲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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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看我唱不出来，但是很厉害，旋律很对对对对，旋律对。好，好了，你要做一个郑重的决定，因为你看啊 ，A B 是前面一样 ，B C 是后面一样。对，然后整段词最不一样的就是 C， 而且它的程式转变跟它前面的歌词都有相呼应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。哦，选择 C。好了，还是要最后问一下 ，C， 你确定吗？好紧张啊！哎，我这个决定是30万哎，哈林哥。对对对，音量不要越弄越大，我承受不起啊！站在我身边就是吴淑敏。上次来心里就不甘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会那么多歌，每一首我都会，可是我连上来的机会都没有。对啊。对不对？以后啊，我们就把一些捣乱分子把它隔离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可是好像有一种隔离不开的感觉。没有，还是很需要。不要让明雄来是对的。好，吴淑敏这个唱歌经验丰富。还好。几岁开始？8岁开始唱歌。哇哦。可是你主攻是台语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国语歌，国语歌也熟啊，也熟，也唱啊，只是没什么太多机会。对对对对。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看看我们的十大题库。哇哦，小十万，小米。哇哦。哇。我先来个有把握的，好的，就先经典台语歌吗？经典台语歌。经典台语歌。哎呦，所谓的咖啡林彦如，送掉你，敢扣掉我？蔡秋凤，西边的海岸，江蕙。好选哈，好选，这个很好选。好，我唱《惜别的海岸》，秀贝的海花。哇，赞嘞，赞嘞，简直就是容易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第一关稳稳的过，《惜别的海岸》将会1984年的作品。自由。太容易了哈，您那个转音还可以转得那么，没有吗？二姐的歌转音都很多，一定要很多，要不然唱起来不像江蕙。是，答案要修改，求救吗？不用，不用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哇！啰里啰嗦，等一下我叫他过关不出来哦，过了也不给你出来，好害怕。哎，这是什么海海？这是你很熟悉的东西吗？我告诉你，后面才害怕了。我唱五年级怀念歌曲好了。哎，哇，哎，哇。其实我比较在行是老歌，老歌啊。哦，我还正想说你怪怪的，这样子就对了。五年级怀念歌曲，是不是你所谓的老歌？哎哎，是吗？真的很老哎！你回头看什么？结果选错了吧？不是，我
我真的还蛮想唱星宇的。哇，这高难度是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想唱星宇的原因是你很会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我觉得这一首歌很诗情画意，很好听。我小时候有听过。哦，你是来这边爽的，就对了。上丢力，赶高丢丢。不是，你知道，除了要爽之外啊，要有一点过关的把握。当然有把握就不用了。这首歌我还蛮有把握的啦。哦，那就来了。好，就来了。星宇，李碧华1987的歌曲。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粒粒下着星雨，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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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注意，最后一次想你。看你绕几圈，哇！我那过关就玩几秒。哦，不要这样啦！哎，很厉害哎！你这样唱唱唱，那个依稀那个歌曲的印象出来，可是这一句居然你这么顺畅的唱出来，来，让我们。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关晚一点出来嘛，不理我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我很开心。谢谁啊？谢谢我自己那么厉害。好，两关过去了，接下来要挑战呢，还是要顺顺的走？哎，我唱布袋戏啊。哎呦，赞哦！布袋戏，哎，布袋戏还有很多不同的年代，对不对？来看看是什么年代的布袋戏。哎呀，哇！哦，姜玉恒有唱过啊！姜玉恒1989年，多年以后，这是《苦海女神龙》李翊君，《非常女》黄飞，《灰熊路》啊，《非常女》好了，《灰熊路》啊，比较近期的。阿力的丢啊，黄飞，2000年，对。看来看去也是有天天的人较介意，风呀，请你将我的情吹向天边，化成雨水，还是不改情意的伊。一阵风一句话，一片雨水一份情，用情情变一个梦，比花蜜较甜。对不对？用情情编织的梦，比花蜜较甜。十二个字。好，最后尾音没有出来。甜，对。还有注意到细节哦。对，主唱人都这样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十二个字看起来对不对 ？OK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像这种其实哦，也算很有把握的。如果不过，你才会觉得怪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回去就被骂了。真的吗？主唱人看到我就哦，主唱人还会骂你哦。对，我就对不起人家了。哦，了不起，还有主唱人来骂啊！接下来应该就不容易了。哎，啊，那个来个国外好了。漂亮，想出国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时间出国，听听我们国外风景歌，加州亚马逊地方哦 ，Lucky 夏威夷哦，金门王李敏辉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哎，哇，每一个里面都有他会的歌哎，来个 One Night in Beijing， 让大家知道你的厉害。哈，哈，那 key 不是我的啦，我随便讲，你还当真哦？我唱加州阳光啊，哎呦，我以为你要唱 Lucky 夏威夷耶，夏威夷。加州阳光，不让你考虑。张清芳，对不对？对。1991年，这也是这一次挑战，我们第一次听到吴淑敏
给他唱国语歌曲 California。听不会听，你看看哦。到时候生命中不再有你，心中塞满California的阳光。警卫，把他带出去。耶！这是一种病啊，停不下来啊。对，因为没有把它唱完，好像怪怪的。就让你病，而且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句，哎，你想不起来了。对呀。告诉我，可不可以给我上一句？不可以。可以啦，哈利哥。上一句看一下，爱唱。好让我更坚强，好让我更坚强。山东老兵啊，哪来的老兵？山东的阳光。山东。不要在乎遗憾的过往。好像要不要修改跟提示？好像对，好像对。好，怎么样？小钟哥，他说好像对哦，是有奖，又好像不对。这首废话，你这好像唱到卢勒夫鸟的阳光，卢州的阳光。不好笑啦，对不起，你也出点声好不好？这样就想理通告费啊？我有讲这个不好笑了。你看小钟难为啊，气这么旧的你都讲得出来，被逼的啊。好，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求救？应该是不用啦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像这种难过的，你反而不激动了。前面第一个，没有，刚前面也很紧张。现在慢慢稳下来了啊。好了，还有一两个好唱，确定了，一定 OK 的。九零年代好，九零年代到底什么歌？解脱张惠妹，梦不到你，周志明，值得郑秀文，拜托。这简单啦。我想唱我的偶像郑秀文的歌。郑秀文的歌曲。值得1996年有个性。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。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赶快趁你还记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11个字对不对？对对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完了，30万！哇，30万了，30万不倒了，很无趣啊。对啊，都没有那种停下来啊，或者坑坑巴巴，感觉每一首都这样唱出来。真的吗？我很紧张哎，我已经不管音准不准了，就把它唱了就对。很准啊，你的音准厉害，准到令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啦，还讲这种话。好，已经到了30000元的关口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。KTV 吗？好 ，KTV。KTV， 站在高岗上。对，站。哦。大家累了，嗨了，嗨 ，Please，Stand up。因为张惠妹要站在高杆上。绵绵的青山，百里长呀，巍巍耸起响叮当呀喂。青青的山林，穿云霄呀，白云一片天。浪在岗上等红妆呀喂，吓死我了！原来制造效果哎，是呀是呀是呀，哎你效果也太快了，不到一秒钟，浪在，好歹给我们有个地方剪破口进广告嘛。没有，我要赶快想起来，不然就全部失忆耶。浪在，浪在岗上等红妆。呀喂，狼在岗上等
红妆。狼在冈上等红妆压威，有吗？OK， 应该 No problem。 你是暗示他吗？需要求救修改，相信自己啊。好，不用求救，不用求救，所以答案确定，三十万哦。在冈上等红妆压威，好，我好紧张哦。答案确定了，我要揭晓了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三十万，熟女型好不好？熟女了啦，熟女来一个，熟女，熟女啦，我问一下，熟女型，我问一下智囊团，熟女型啊，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歌，你问智囊，哎呦，一想到你呀，张惠妹、燕尾蝶、梁静茹、说爱你、蔡依林，这三首我比较有把握的是一想到你，阿妹啦，我们这里有王雅婷哦，你不用怕哈。有谁？不要问他，不会告诉我。王雅婷，他不会泄题的，阿妹专攻阿妹的，这个年轻人不会乱泄题。一想到你，嗯呀，老杨文，张惠妹，1997，一想到你呀，想到你呀，就让我快乐，就好比猕猴要穿梭树林的轻松，像阿妈牵起了童年，牵起了我呀，和一整个世界。整个世界牵起了我呀，和一整个世界。哇哦！怎么样？不啰嗦，我们就进入揭晓阶段啊！要不要揭晓？揭晓！答案确定之后，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你唱歌的方式。三十万一人十万，这个我现在请教一下。一人十万，他还要到付。而且苏那个苏米私底下跟我讲，他说来参加这节目比参加 Super Idol 还好赚。他乱讲。好了，要进入十万元了，六位数字。那个先来借口好了。借口歌曲，看一下，没时间，莫文蔚到不了范玮琪，我真的受伤了。张学友，借口是到不了。就是借口嘛，你约会的时候为什么就到不了，或者是人家找你出去玩，哎呀我没时间迟到了啊，到不了怎么办？我真的受伤了，路上被车撞吗？没事，我真的受伤了，受伤了，没关系，选一首歌，有三选一，三选一，对啊，那我唱到不了，到不了。好，范玮琪的歌曲，2000年的作品。我找不到，我的什么都不要，知不知道？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。
情的美好。哇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那三个求救你全部化掉算了吗？真的，你自己就搞定了嘛，是不是？你是参加毕业考？我好紧张哦。先好了，个人演唱会吧。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对吧？是爱情吗？好，这时候你只能自问自答哦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一字提示，三选一。爱情的美好，爱情比较好哈。当然，爱情是美好的。将来的美好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请不要用眼神或者嘴型做提示。现在呢，你还有三关。你不用也浪费，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逞强。我很想用一字提示，可是我很害怕他的提示就是那个好或是美。没错，我们的一字提示就不是你要的，不如就三选一。一字提示啦，一字提示该用刺激，对不对？对，刺激。对，一字提示有来一下，一字提示来一下。我的金剑啊，这个我给你一个位，拉霸，来一字提示，拉霸拉到我告诉你，今天前好扯的，没有拉到，每次都这样拉到，真的会算命呢。对，不是美就是好。好。所以说你是爱情有疑问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相信自己好了。所以你选择的是爱情，爱情的美好。答案确定？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久没有看到六位数了，紧张紧张，三十万，小心小心，可不可以先进广告？我想尿尿。哪有这种事？刚刚要你进你不进，现在我就是要你憋到唱不出来。日番中好听情歌没了吗 ？Let's go， 让我欢喜让我忧，这是什么？飞鸟良哦，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。林嘉怡，双手的温柔，都是女生的。后面两首女生的歌，那就一了，让我唤醒，让我忧了。什么让我唤醒？你还有三选一啊？哦，对哈，我还有三选一呢。是啊，还有三选一啊。那你就双手的温柔啦，双手的温柔，对啦，双手的温柔，还敢引，你不要因为有相亲在，好不好？像他们比较听得懂啊，双手的温柔，对，双手，要多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一首好听，这首好听，江美琪2000年的歌里，双手的温柔，哎呀。三个字，哇，字数是对的，这是美空云雀的歌哦，哇，太夸张了，制作人厉害，你本身就是一台演唱机，你是点唱不是啊？要给他一鼓作气，还是要给他求个救？哈林哥，我问你哦，那我等一下，我这个都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不用的话，也是不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扣分哦。啊？真的吗？哪有这种事？苏敏，我说扣分就扣分，确保还是找他们来唱一下。找他们哈。对啦，来记得回去求解啊，记得吼。对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反正闲的也闲的嘛。我跟你讲，你看，你剩两关，你不用也不用，不用白不用啊。对啊，我还有两关哦。对啊。那我要留一个，等一下用啊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先用一个啊，留一个的，求个保险用一个。好，那我要提示，我要提示团。好，智囊团哪一位要上来？好，来了。哎，他脸非常有自信哎。对哦，哎，
他上来像不像那种格斗选手？哇，他摔跤。他上来有杀气耶，他觉得问我就对了，问我就对了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他刚前面很闷，会的歌那么多，可是我们今天题目他都不太熟，一直到这里才有一种出气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打我。这个歌熟哈？熟，嗯。刚刚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没有问题，不管了，反正上来了。展现一下，来十三个字哈，请唱。可以给我上一句吗？可以可以，专业。可以可以。偶尔回过头。好啊，好啊。八个字，八个一下。你这是提示啊！我帮你搅乱了，哈林哥。他不拿钱呐，30万块锁不住啊。偶尔回过头，曾经拥抱过的双手。这温柔哇，很会唱，哇，唱得好，哦，让我们想起那以前的歌手林良乐哦，这在日本一定红，对不对？听清楚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，怎么会两个答案一模一样？哇，好了，所以答案确定，我们就来看看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我们还是要请这位日本来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，贵姓大名？我姓谢，那叫我果冻就可以。果冻，谢果冻，谢果冻，谢谢。果冻谢，绰号跟姓接起来会有一点点怪啊。很好，好，唱歌非常好，这是我们百万大歌星的招募人才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恐怖了，哇，他没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看看最后一关。需不需要三选一？恐怖！真的不用你就厉害。30万，几乎这些提示对你来讲都是没用的。只有一首歌哦，30万大惊喜。紧张紧张，不能选择的。我得跟你恭维啦，没有礼貌。林哥，吵了半天。不是，我很认真在听你讲，我想说。哎呦，吹气天，好不好？我胃都好痛。没有选择的了。好。只有一首歌。只有一首。就是什么歌？紧张啊。哎呀，哎呦呀，又是罗大佑的哇！每次30万都罗大佑。罗大佑跟李宗盛是本节目特约关主，关主魔王，因为他们的词有意境，然后又厉害，然后又多又难。滚滚红尘是滚是滚滚的红尘，不是不是不是吧？不是红尘，来沧海笑。我的天，你有没有？下面一句要接天气好，你要唱过了。哎，那歌叫什么？沧海一声笑。沧海一声笑。那叫沧海一声笑。滚滚红尘是哪一首？滚滚红尘应该也是电视的主题曲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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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看我唱不出来，但是很厉害，旋律很对对对，旋律对。好。陈淑桦，很久没有看到陈淑桦，他的歌还是令人心动。这是1990年的作品。我要下来。爱来去难去，总是在的人是有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要注意了。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只为。为之为那进广告啊！谢谢。哎呀，谁会？有人会吗？不可能会。你会吗？有没有人会？十三个字，因为他的字都太诗情画意，而且每一段都不一样。14个字，14个字。你要先填空吗？还是直接三选一？我直接三选一啦，三选一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出来，三选一，一个字20000多，恐怖了。未知为那，哇，还是很难。是转变的面孔，未知为那人，这个难。
后面的音我也不太会唱啊。我觉得比较有可能不是 B 就是 C。喂，你想要复选是吧？本节目没有复选题这一组。好。好了，你要做一个郑重的决定，因为你看啊 ，A B 是前面一样 ，B C 是后面一样。对，然后整段词最不一样的就是 C， 而且它的程式转变跟它前面的歌词都有相呼应到。所以，我觉得应该是 C。哦，选择 C。好了。还是要最后问一下 ，C， 你确定吗？好紧张，好紧张啊！哎，我这个决定是300,000哎，哈林哥。对对对，音量不要越弄越大，我承受不起啊！哎呦，哎，你不能这样一直不回答。好了 ，C， 答案确定。也不知道了，我们希望你得三十万。各位，正确答案300,000，请揭晓。姐姐、同学、老师什么的，谢谢妈妈。真的谢了，好啊，好开心哦！300,000元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请我们的出题大来宾，哇，苏永康先生，颁发300,000元的奖金。卧虎藏龙啊，台湾。